就我们的良知良能嘛，做到最安全的程度。第一点哦，很多人在问我完工日期的，我从来我也明白讲哦，这个都不是什么政绩的，对我来讲这就是善后，你知道，就是说他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哦，你要嘛就拆，哦，啊，如果不能拆，你就要给他做到可以用的程度嘛，在安全，至少在安全上是合理的。那很多人问说他什么时候完工，我想这个问题我被问太多遍了，我态度是一样。就好像你问我说，欸，这个学生什么时候考试会及格，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他要来参加考试，第二他要考过来。所以下次这样嘛，很多东西远雄要准备嘛，那要通过我们的审核，那你就按部就班。所以我从来都不会去压这个什么，欸，什么时候要完工了，所以这没有一定什么完工日期。我想这样嘛，依法行政啊，平常心啊，不放水不刁难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他就认真去做嘛，啊，我们还是依法审查嘛，啊，到什么时候通过就什么时候通过。至于你们在讲说安全，我倒觉得这样啦，就我们的良知良能嘛，做到最安全的程度。反正是这样啊，在现行的，我们是说在60000人的下的审查应该是没问题嘛。那至于说以后要不要增加人数，我想是这样的，这个常常是随着时代的，我们现在是用采用最严格的标准，先给他这样。那至于以后，我们常常滚动式修正，那以后问题又在处理。我觉得这样的公开透明，你知道哦，那让市民也知道说。我想我在这里讲呢，不仅是台北市民，市议会在每个议员都有听到，知道说哦，像那个时候97127的这些问题的哈，还有这个容留人室内容留人数的限制，这些事项都讲着，那大家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以后我们要注意啊。但是这样的凡事还是要第一步嘛，你总不能说那不然永远也不能开幕啊。